嗨，大家早，我是 Michael， 欢迎各位收看 Michael 的旅行频道。那目前 Michael 所在的位置呢，就在老泉里的腾龙御音附近。那这边刚好有一处的桐花秘境。那等一下 ，Michael 就带各位一起来欣赏桐花的美景。Let's go。如果你喜欢这一支影片，请帮我按赞，然后订阅，那并且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一起欣赏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 ，Michael 的旅行。